然后开始，好像可以抓到我大仙回来。你干啥？你没血了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房间不用走了。算了算了。喂，把你放不落来呀！把你走啊！走啊！把你们不兵啊！那些小子们搞事，还能怎么办啊？喂，把你放不落来呀！喂！谢谢你向我们学校最顽皮的学生教的那么乖，他们的成绩上升33%，都是校长的领导方针。李寿星先生，你真是我们教育界的好天赋巨星啊！校长厉害，校长厉害，也是因为如此，我们学校实在不能屈就像你这么有伟大抱负、有理想的人。所以呢，请你对我高就走。校长不会这么笑的，果然优秀啊！那是开玩笑的。你想要校长儿子的名字，我也不能不领去的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没事了。大家约出来聊聊呀。大家早上。哎，废话少说，你想保住这份工作，就立刻离开。等等，大家先听我讲一个更重要的事。你说。其实我是魔鬼终结者第三集。什么？灭亡。那部电影还没拍呢，谁敢拍？好莱坞电影太多了，没办法，国内太烂了。
上海在离夫之前特别交代我带着他的位置，希望大家努力读书，有没有钱没关系，但最起码要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。